美食天地，你我他，又到我们美食天地时间啊！过年在搞啊，电视机观众朋友拢在期待讲吼，咱过年是不是想讲来创新一下，做些无同款的菜色？阿良生，我问你吼，以咱像咱那迄个板栗菜啊吼，诶，桌顶未使无虾米呢？未使无虾米鸡啊？为虾米？鸡就是代表是一个富贵的意思啊。起家就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哦，那只要过年团圆时阵，就是一定爱有一只鸡，不管是剁的，还是煮诶煮汤的，就是一定要有鸡。白切的，还是讲吼你炖汤的。哦，原来哦，过年就一定要吃鸡哦，所以不能不吃鸡，叫起家艺术。那么，以咱今天的年菜篇，阿龙生你的意思是，做一只较无同的吼。豆扒鸡哦，豆扒鸡我很爱吃。对啊，但是呢，我从来有看过人家板凳用豆扒鸡，还是讲咱去外口买有豆扒鸡，但是我真正讲的，我就因为这个豆扒鸡吼的渊源爱讲起吼，咱台菜进前咱古早的菜，嘿，古早无烤箱嘛，对对。啊，所以讲外国的豆扒鸡的延伸的是对咱家而去的。真的吗？啊，那豆扒鸡从哪边来？对咱较早无烤箱啊，就直接吼。青椒新鲜的，炊炊自己的料的沙茶，真的吗？真的很香，用沙茶就对了。对哦，那高招咯。但是今天观众朋友，你想要讲今年吼，比如讲，那有直接买年菜习惯，就直接买年菜啊吼，因为为人起码拢简单方便，拢爱买年菜较方便嘛。为家己做，讲较歹听嘞，是母啊规身躯啦。哦，啊，过来就妈妈要休困吼。那因为你嘛，家本身嘛咧卖年菜，我今嘛来一直讲叫家己做，拜你年菜免卖，我跟你讲哈，戆咖呢，我先替你铺路啦哈。啊啦，就讲呢，咱也是讲，在厝里头已经有咧家己煮习惯了哈，在家里吃习惯，也是讲啊，今时是想要安尼享受一个天伦之乐，做伙来煮料理。对啊。那安尼，这道菜你得让。啊，不过这项会当讲来讲，咱家家户户拢有做生意咧拜拜。是。沙茶粿就是会当用生的迄只来做这个手扒鸡。啊，意思讲唔好土济，比如讲你厝内有咧拜诶，迄个生的煮迄只粿来做出来料理来当啊嘛。对啊。那到底你今天要带来的是什么菜？来，咱今麦吼，只有一只土粿。是。啊，伊个菜名叫啥？台式沙茶手扒鸡。哦，台式沙茶手扒鸡。嘿，来来，那咱们准备的材料呢？土粿。土鸡，哎呀，这是地瓜粉，番薯粉，这就是胡椒粉，是胡椒盐吗？对，胡椒盐。啊，这然后呢？柠檬是要提香的，柠檬。哎，啊，再来，这是唔是挑鸡，刚才这是红萝卜球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咱当然要用蜜饯来生。啊，这个本来就有得买了吗？有。哦，好可爱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再来呢？再来就是一定要一罐。沙茶酱上重要，什么摆拢袂要紧哈，但是较有名的吼，对，较香啦。无一罐袂香，无一罐袂香，买较大牌子的吼，就甲咱性格的扛棒同款。大牌子的性格上少嘛，已经二十几年的历史。大牌子的靠信用的可靠。一罐导游哥，导游哥，所以讲嘛爱买大品牌的，上少嘛性格就是大家咧报的，安尼就了解啊哈。这表现出来。啊，那无你安尼看看。到底要把它怎么样溶解在一起？咱首先吼，先用胡椒吼，加上蒜苗安尼吼，规个加新鲜安尼，来加按摩吼，啊，加加，哎呀，你哦，嘿，加搓搓的吼，啊，整理一下，加迄个物件整理一下。你敢捌去用过？啊，捌。捌掠过哦，我捌去用过啊，有，我捌一届去掠过，我捌去泰国。爱厦门掠较好势。为啥物？因为伊那。人民币好像200块，掠掠了吼，啊有五十几项菜在你拣，啊吃到饱。为什么还有五十几项菜？啊我也不晓得，因为去遐甲掠零，伊都有。啊，有饭通啊吃。有。好。啊你啦掠。1000块呢。你啊掠过每一个送你一个 key 甲 key 哥。啊，搁有送一个小姐哟、哦。你怎么讲这个啦？1000块还当食饭，啊食到饱就吃到饱。对，伫厦门。啊，今麦感觉迄个价钱1000块，好像我其实有哑铃，有菜汤吃，啊，搁有陪睡，没有陪睡，没陪睡啊，没陪睡，不然为什么？
没被睡啊？伊今日抓了抓了困呢吼，老师，你手哪做啦？你安尼甲顾讲了，你甲伊讲，你甲伊讲，伊手啊拢无咧甲抓你，你唔对，我那个马杀鸡者。啊，怎么？再个回想，我当初去厦门时阵，安尼甲我抓，好要跟你想讲起这个东西，一种快乐感哟。起码起码安尼个抓好一把吼，松弛了无吼？安会松弛，只甲囥落去顶底吹。好来来来，安即马有半成品伫遮吼，半成品哦，眼睛张亮，当当！哇，会鸡汤呢？敢有搁倒酒啊？倒啥物落去？无，都没有哦。伊会一直出汤起来呢。哦，就里面有真的有鸡汤诶，鸡油对不对？你在搅拌搅面站。老师，你阿爸的动作要安怎处理？即马倒油。啊，像安尼吗？还要再倒吗？再倒。啊，即马咱就是把迄鸡哈的所有的这个汤盖爱离掉就对了。这个汤当然爱留起。真的吗？嘿，真正食这个汤。真正的吗？我本来讲我等下包回来，你是。即马炊好了后，爱家三一挂番薯粉。嘿，三小花的。为什么爱三番薯粉？因为吼，咱等下料炒的时阵吼，伊较会掉料。啊，不过你嘛袂使三想侪，三想侪，这只鸡啊鸡啊起来吼，伊的水多无伊。啊，我懂。嗯，有水吼，一定要滴油打。好是。啊，从下粉的波，下粉的意思是讲吼，你较袂去撇掉。哦，伊有水分嘛，啊，伊等下你煎时吼，油水分离吼，伊会乱断。哦。啊，惊你去断掉，啊，所以讲叫你也一寡粉吼，所以伊的闭关吃，吼，伊就较安全。哦。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老师，好危险哦。赶快，我靠脸吃饭的。所以讲，黑粉的意思是降低吼伊油爆啊。是。哦，伊较袂油爆啊。是，老师觉得好危险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你看伊身躯顶拢吊迄个胡椒盐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嘿，胡椒盐咱最主要是讲互伊色低吼，是，互伊有一点啊气味，但是重点是咱伫这调味啊。啊，所以人、啊、人比较细腻的吼。我决定了。我如果今天毁容了，我就绝对跟你走了。OK。对，因为你们那个厨师都戴口罩。我看你存款太多。呼呼。我看你卖物件介厉害。赞！你看、啊、好漂亮哦、喔。老师，阿你讲你要准备迄个调味料，好。来。你即马，这个爱好你夹。好你夹嘞。来嘞。哦。再弯折。弯折。IQ 是。赞呢。哦，阿蛮多钱，阿就够。老师，准备的调味料。沙茶酱，沙茶酱是三大匙，三大匙，这罐盐油膏，盐油膏，哎，几匙？好，它是中匙的哈，是两公匙，然后加一点鸡粉，鸡粉，哦，这个浓缩那个鸡粉，然后就恐怖呀，你一端一端一端哎，糖，糖一端，一端哈，对。来调调诶，好调一调，嗯，调一调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哦，安尼咱着备料啊。是。啊，你即马这行，哦，咱着是加糖。加糖。加醋。加醋。嘿。啊，毋过你爱洗洗。好。啊，加一点啊蜜饯。这叫橄榄。哦，橄榄嘛会使，啊是蜜饯拢会使。哦，是。嘿。啊，安尼着生好啊，对不对？糖甲醋就好啊。嗯，啊，咱这即马在调调的吼。是。对，使。要有糖跟醋吗？嘿，糖跟醋而已。啊、那醋是要黑醋还是白醋？清醋。清醋。还是你要放水果醋拢会使。哦，水果醋也可以就对了。水果醋拢会使。好棒哦！啊，这佐料安尼等下，唔免阁创啥？唔免，咱等下爱用这支，温来甲擦擦嘞。安尼哦。啊，芝麻甲黑黑，哦。老师，我觉得可以了耶。蛋好起来起来安尼。老师来，然后来，让我们老师来擦来。我这安尼。专业的，啊，无你叫我大家创啥，我就是有这个好处，我就是吼上盖好的力度，上盖好的吼，你的左右手。啊，你等下要摆的时阵吼，看你要胸坎用进前还是？鸡头用进前。嗯，咱来用安尼。哦，啊，你看安尼。你也看卖下咧。这道道地地的台湾口味、啊。哎呦，你这样我跟你讲，你若无去这个五千店的饭店，你吃袂着。你看这咱是出自于在我们这个手上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每一个人做的噶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吼。所以讲，人讲的讲有一点不讲无多，但系无虾米啦。免讲介费气的，是做法啦。
阿玲刚有机会来，我做你家，我妈我都做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无遐困难啦。哎，恁吼，蛋姐吼，你嘴暖老的时阵，我戴手套，我准备要来吃这家手扒鸡哦。但是呢，期待我们下次美食天地的料理哦，美食天地，我们下次见了，谢谢我们阿勇仔。这阿比赛，我等下要逛，我等下要。下次我们美食天地再见了，拜拜。